台湾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现在收看的是石原。大家好，我是石原。我非常开心。我们马上再见面。About 我的新电影Helios， 请大家多支持我们的新电影 Helios， 谢谢大家。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好，我是王学奇，很高兴《赤道》即将在台湾上映，我们很期待在台湾和各位见面，我们戏院见。大家好，我是余文乐，4月30号《赤道》将会在台湾跟大家见面，希望到时候大家能进电影院支持我们，谢谢。안녕하세요 Hi everyone in Taiwan 많이기대되는저의새로운영화 Helios 가 Taiwan 에서곧개봉합니다극장에서곧만나요 DC 版我们相当满意的模样了七大金奖影帝联手震撼出击警察都是人是人就有可能犯罪寒战亿万票房导演再创高峰危机倒数谁能解除为什么每一次我的行动都会做完4月30赤道